我必须离开。你跟我一起住在这里不行吗？再也不要见面了。耍我？那刚刚为什么那么做？很火大吧？什么？我就是这种心情。不会留下你走，我要留在这里。真的？没关系吗？您终究还是决定不走吧？不过您的身体没有出现什么异常之类的吧？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。未来戏剧台，柏林两所声音，来自星星的你。